亲，在哪儿呢？卫青，告诉你一下我啊，要不然我揍人了。你干嘛？那不是我手机啊！谁让你不吭声的？你人呢？这儿吗？在这儿。喂，你就乱摸啊！我才没有。真的太会破坏气氛了，明明是你想趁火打劫，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哇，烛光晚餐耶，魏总还真是有点夸张了。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结果挨了一手机。谁让你自己不吭声的？明明是你不吭声的。好好好，我错了，都是我错，行了吧？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你有什么企图？我这次是认真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你要道歉的事多着呢，你要道哪一个？就是害你的手不能画画的事。画画的事儿和你无关？怎么无关了？当然有关系啊，都是因为我太自私了，阻止你去吴征那里，要不然也不会出事。我一直以为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就是对你最大的爱，但我发现我错了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周氏了，但我却还是以前的那个卫青。我没有跟你一起成长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对不起。这些话呀，我已经听腻了，有新鲜的吗？你画的那幅画，是不是我被我妈打了一巴掌之后，独自坐在湖边的画面啊？嗯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个混蛋呀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坏，于是我就圣母心发作，就原谅你了。那如果我陪你一起完成这幅画，你可不可以再原谅我一次？怎么画？放心吧，有我在。